夹爪虫制完，输送带启动。物件经过光纤感测器停下。镜头判断物件并传送坐标给手臂。手臂将电池夹至量测基座。开始进行电池量测。将量测结果传送到显示器画面上。手臂根据电池的好坏，将电池放入相应的盒子中。由于内组量测结果为 0.679 欧姆，并没有超过1欧姆，因此判断电池良好。分类完回到原点后，再次启动输送带，同样等待镜头传送电池坐标给手臂。将电池夹至量测基座。基座量测电池。内阻显示为 3.2 欧姆，超过1欧姆，因此判断为没有能量的电池。